对他来讲的话，你不要做的是，你也不要做，不是。不是这个，是对。如果假设我今天是 O B， 就一二三四，你看，一二三四，哒哒哒哒，这边，对，所以你刚刚不是在练习这个起手式，一二三四，可是变成现在是正拍，比如陈琳，可是这个时候我绝对不会从你前面是错的，可是如果你是。就是叉八叉八摸的，噔噔噔噔，就这个就最没有意思了。你看，这个时候砰，完美这样。你看，所以这礼拜大家参加录起来对不对？你帮忙一下，回去把这个节奏写下，变滴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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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所以你现在把这个句子加进去，我们上次下面啊，我现在不 care 你，甚至你可以把弓，因为我要你在那个节奏和声里面感觉到那个动，滴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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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对对，这样子鼓手还可以，他才会有这种表情出现，要不然就，他才会跟你合奏的感觉。